微笑天使。森林里的小伙伴们正在辛勤地大扫除，上砸砸，下砸砸，扫，被扫，我再扫。啊，四哥，哼，我就知道四哥一定会偷懒。嗯。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好了，大扫除完毕，现在开始两人一组准备去探险了。啊，嘟大和达达，我和贾博士刚好。探险？哎哎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我也去。四哥，别老一惊一乍的，吓我一跳。一二一二一，那四哥和谁一组呢？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，再来一个人就好了。我有办法。稻草人小伙伴在此。搭档是稻草人。是的，没错，最不受欢迎的就要跟稻草人一组。没办法呀，没办法，人缘差的只能跟这个稻草人一组了。哦，那好吧，想和谁一组就把对方的名字写在纸条上。什么？没人写我的名字吗？谁都不想跟我一组，是吗？好，我们出发。原来你也想跟我一组啊，达达。嗯，乐天宝也是吗？嗯。四哥，快点儿！小心啊！真开心，杜达，明天我们俩继续搭档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哼，谁稀罕什么破搭档？哼，哎，哎，哎，气死我了！为什么我就这么不招人喜欢？好歹我也长得英俊潇洒，对吧？没看出来，是不是造型不好的关系呀？造型。就是，难道你没发现吗？是不是要我们帮你换个发型试试？眉毛需要秀一下，面善一点儿。哇塞，完美！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让我看看。哇塞，什么鬼东西？你们对我做了什么？滚滚滚滚，统统给我滚开！不要再出现我面前。就是因为你端不懂脸蛋，微笑善良亲切的说话才会有人缘的。微笑善良亲切的，啊哈，好像放在这里了。这个不是，啊哈，找到了，可以变成微笑天使的伟大发明，笑笑神器，啊哈。真无聊，好想去探险啊！明天就去探险了，忍一下吧。啊，四哥改头换面，决定重新做猫了。变得和善又亲切，变成微笑天使了！快点，快点，过去看看。微笑天使四哥，好期待是吧，嘟嘟？我去去就回。杜达，四哥，你笑起来真帅，是吗？哈哈哈。
我的新发明笑笑神器好像很有效。那个，我可以进去吗？当然，当然可以。哒哒，欢迎光临。四哥，你真的变得善良又亲切了。那当然。这是什么呀？兔子，不能乱碰，走开！四哥，刚才是冲我发火吗？不是，哇，看上去很好吃。不行。微笑和善。不是，我没有生气。四哥真的是微笑天使。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怎么回事？别担心，我帮你擦。好了，够了。好想知道四哥究竟变成什么样了。我也很好奇呢。嘿咻，嘿咻，嘿咻，嘿。这边也有脚印。嘿咻，嘿咻。这边也是。奇怪，脚印怎么越来越多了？兔子，求你不要再擦了！拜托，不要！没关系，我帮你收拾。不！四哥。这个也坏了。哇，四哥真的变亲切了。够了，真是受够了，给我出去。时间该回去了。四哥，谢谢你，今天真的很开心。什么微笑天使，我通通不稀罕。四哥，成功了吗？明天会有人愿意跟你一组吗？对了，搭档。对了，投票分组。哎呦，糟了，我又发火了。杜达回来了。怎么样，四哥真的变友善了？你知道吗？今天四哥。谁也不愿意跟我一组。我的眼神锐利，又不爱笑，又容易发火，也不亲切。我只剩下你了，稻草人。那个不是投票吗？这不是我吗？又是我，怎么全是我呀？四哥，神秘森林最有人气的成员。什么？我是最有人气的成员？明天是另外一场探险，大家都想跟你一组。都想跟我一组？这是真的吗？听杜大说今天和你相处得非常愉快。转碟子也有意思，踩着糖果跳舞也有意思，你真棒，四哥。我棒吗？四哥最棒了。哎呀，人家都害羞了，谢谢。微笑天使四哥。四哥，明天要跟我一起哦。但是我的搭档。不行，但是我的搭档，这是我的搭档，我要他跟我一组。变成微笑天使的四哥又会选择跟谁搭档呢？